那海报啊，还有这个签名 CD 都直接先打开的话，要加快我们的这个签名的速度。哦，感觉这个流程有越来越加快的趋势哈。有，台山。对，很开心今天的朋友们、酒粉们哦，谢谢你们的配合速度哦。对对对对，很棒很棒。来这边，这边。那个海报哈，还有衣服，对，都要先拿出来了哈。哎，不好意思哈，台上签名发生一个小小失误哈，刚刚呢有的他的经理帽子呢签了，可是被别人拿走了。有没有现场朋友多拿到帽子？如果你刚刚已经签完名台，就是有多拿到帽子的哈，麻烦你待会可以把帽子交上来，好不好？对，诚实。没有，会讲，没关系啊。等一下 ，Kate 自己买一顶送给他了，好不好 ，Kate？ 好啊，好啊，好，没问题啊。所以待会呢，你自己上来签名呢，你的物品好不好？虽然交给我们工作人员，可是你们要紧盯你的物品的流向。这个东西就像旋转寿司一样，一转过去你就拿不到了，好不好？对，自己也是要负一点责任啊。好，谢谢我们酒粉的爱心，好不好？送了一包华南一头糖要给九亿的部分，好不好？头糖部分最需要给 Kate 华东转钱。台东好的也算是头糖。好不好？待会如果你有物品上来签名的，虽然是交给工作人员帮你们做，那你们自己要盯着那个顺序，因为很多商品都是一模一样重复的，可能前面的人拿的跟你的商品是一模一样的，那你要自己盯着那个顺序的部分，好不好？对，要不然拿走那个人也不知道自己拿了哈，说不定他回家才会发现，哎，怎么多了一顶哈，自己也是不是故意的，所以呢要紧盯自己的商品。还可以再再买两张回来哈。好了好了，妹妹，暂停。我们可以往这边靠过来哈，很安静很安静。可以直接先给我们的这个负责的工作人员哈，他们会帮你把商品拿给我们九一，好，可以加快我们签名的速度。对，那商品的部分呢，你自己是拿一个商品哦，自己要注意好它的顺序流向哦，不要被不小心被别人拿走了哈，请注意一下，谢谢。好，可以再开放了哦。Catch， 你看，你用五秒的时间又过去了。忍不住就是想看镜头，
天宇一定要最帅的镜头，五秒。来，台上的朋友哈，如果你们要自拍的，请你们赶快加快一下速度哈，因为台下还有别人，真的很不好意思。那你们自拍的话，他趁他们签名的时候，跟他做个合照的自拍动作，好吧？谢谢你们，谢谢。
好，所以我们这个清理的时候哈，自己的商品真的要顾好哈，自己的东西没顾好被拿走也没办法哈。比较这个现场的朋友呢，要遵守我们的这个清理的动线还有秩序。那一样哈，刚刚有提到，如果呢你没有我们这个591这些周边商品的话呢，我们这个前面几名优秀奖的抽奖袋组都有贩售啊。如果呢有想要一些古董点的周边商品呢，也可以到那边去购买。一样哈，我今天这边呢都可以持续的为大家签名。好，小粉丝哈，还可以上来两三个人一起来。自己的表情，不要管他们的表情，然后赶快自拍下去就对了，不要再找他们看镜头了，好不好？看镜头他们都要看五秒的时间，非常久，好不好？会影响我们整个签名速度的流程。来，赶快哦！那我再重申一次，你们忙着拍照的时间，也要注意你们自己的商品，好不好？如果你们自己的商品不小心被拿走了，那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帮你处理哦。哦。好，我们开始电影了。哎，商品自己要顾好哦，不要顾着拍照，等下东西不见了。好，那就上来喽。上台交给我们现场指导的工作人员后，他们会将你的商品哈传送到桌子，给他们做签名的动作。那在签名同时，如果你要做拍照的部分哈，那也跟你们说一下，要注意一下你们自己的商品哈，注意一下。
签名的商品，赶快交给我们现场指导的工作人员。要注意好你自己的商品哦，请你注意好。不要推挤哈，因为我们楼梯它的距离有一点高，缝隙有一点大，所以上台的时候不要推挤，慢慢的上台，好不好？来，赶快自拍的哈，朋友们，我再跟你说声不好意思哈，因为他比较没有时间可以看镜头，因为他忙着帮你做签名的动作，所以请你们把你们自己的表情动作准备好，快点，赶快给他按下去，自拍一直按下去就对了，好不好？举手看一下最后面，没有，你们都在中间，不是最后面的，最后面那个我看一下最后面，一定会签到你们，好不好？如果签不到你们，改天再签。我看一下，一定会把你们签过来，放心，好不好？一定会签过来。
谁的两张海报？哎，你看你忘记了，待会儿被人家拿走又不见了。
以再上来哈，可以再上来，谢谢谢谢。好好好，停停停，这样 ，OK。不知道你的部分有没有少签到，如果少签到，你自己要注意一下，好不好？真的，好不好？不好意思，大家配合一下，谢谢。对，有些人家里不需要网络，所以他就要买这张精选的 CD。
而且你跟网络的也不能看我们 Facebook 里面的照片，所以我们精选集里面还很贴心的附赠了很多照片给你们看。而且我们这些里面的歌曲呢，都是我们花了好几年的心血，而且我们都是在家庭里面用手用声音。你讲废话，没事。反正意思就是用手工打造，不假人之手。对，从写词、作曲到唱到表演到收录，完全都不假人之手，都是我们一手是老把手当起手包办。所以我们希望你们拿到这张精选集的时候是开心的，而且希望你们听音乐的。好，再来继续了哈。来，待会接下来这边朋友，我要跟你说一下不好意思，因为我们的时间有限，队伍还很长哦。那待会呢，我们海报的部分先不做签名的动作，好不好？不好意思，就是你们那个专辑啊，还是帽子，他们一样会签。那海报的部分先不做签名的动作，因为很多人拿那种小张的那样明信片，有没有？啊，因为真的时间有限，我们待会还要赶着去高雄表演，我们十二点要到夜店，好不好？真的，大家非常不好意思，在这边跟你们说一下哈，不好意思。帅气的姿势，好吧，谢谢。好，我们摄影师准备开始摄影哈，现在就是愉悦、欢乐、开心的表情，让我们摄影师做个拍照的动作、录影的动作。
时间有限哦，还有长长的队伍。待会上台哦，你们如果拍照的话，我可能要先跟你们说声不好意思哦，先不要做自拍动作，因为自拍时间会延误到下一位哈，好不好？请你们赶快速度加快，东西放着让他们签名就赶快过去了哈，赶快加快我们的速度，真的不好意思，因为他们也累了。今天做演唱会的动作那么久，待会晚点高雄夜店还有真唱的夜店表演哦，请体谅他们一下，各位酒粉们，先跟你们说声抱歉与感谢哈，麻烦你们体谅他们一下，好不好？谢谢你们，谢谢。你们待会签名速度的动作，请你们加快，拜托一下，体谅一下后面的朋友，大家都是酒粉，好，拍照的话就赶快拍，拍他们就好了，好不好？不要再停下来自拍，因为你们那一两秒的动作，好不好？十个人、一百个人加起来就是好几分钟的时间在做耽误了，好不好？请你们动作速度加快一点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真的有限哈，我们待会还要赶下去高雄夜店做表演的动作，他们也很辛苦，为了今天演唱会哈，做一整天的准备，前一天也都没什么睡。那待会呢，我们签名时间只能签到9:30，好不好？如果后面呢还有排队的朋友，如果你觉得排不到你了，你就先不要排了，好不好？以后都还有很多机会，你们可以常过来店里找他们，他们会不定时出没在店里，好不好？如果9:30你自认还轮不到你的，你就先不要排队了，好不好？麻烦一下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出没在一中一民商圈哦，或者是出现在网咖夜店，
酒店都遇到他们，好不好？不差这一次的机会，好不好？我分别讲解他们三个出没的地点，好不好？如果你要找洋葱，常去往他找他，哦，那他去哪一间我不知道，好不好？如果哦，白宫哦，白宫文心南路的白宫哦，啊，如果你要找 Page 哦，就是台中市的各大酒吧哦，轮流去寻去找哦。那你如果要找春风最简单的哦，看哪一间槟榔摊，你们就去等，因为他每天一定会买槟榔，好不好？有时候有些是南七的，他有时候也是南七的。南七可能比较听不懂，我就比较听不懂。嗯。来，赶快哦！后面的朋友，我再重申一次，因为我们今天真的时间有限，我们现在9:07，我们签到9:30，9:30哦。如果你还在排队，你自认为你排不到的，请你们早点先回家休息，好不好？后面有一中街可以慢慢散步过去吃个东西，早点回家休息。因为我们待会还要赶下去高雄做表演动作哈，不好意思，跟你在这里跟你说声抱歉。如果你们还想要找到签名，今天可能时间没有办法的话，好，可以到他们常出没地点去等他们，好不好？谢谢你们，再次跟你说声抱歉，真的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来，不好意思哈，赶快加快你们签名的动作速度。你一个人拖个一秒，一千个就拖个1000秒，1000秒等于有3天3夜的时间，耽误到了哦。赶快加快你们签名动作速度，后面还有很多酒粉在排队。那后面陆续排队的朋友，在此跟你说声抱歉哦。如果你自认为时间你不能等到9:30的，那奉劝你早点回去休息。他抓苦他我赢，然后改天还有机会可以做个排队的动作，好不好？不差这一天，好吗？在此跟你们说声抱歉，因为我们说的今天活动行程比较忙一点，待会还要赶到高雄的夜店做个表演的动作，那麻烦一下哈，加快你的签名的动作速度。我廖建志，我就叫你不要看镜头了，你在干嘛啊？你看镜头都要看个3秒以上，我有算过。这个是吃超级假酒粉，代买代购就对，哎，一瓶卖900，哎，900块了，一瓶卖900块，你代购卖多少？9000块，是吧？代购一瓶卖的原价，你这真的无私奉献，有大爱的精神，我会介绍你加入慈济功德会，哦，你知道大爱的精神非常好。三位辛苦的九一团员们，我要在此奉劝你们加快动作，赶快！好了，如果在排队的酒粉哦，我跟你们说声抱歉哦，因为待会时间只签到9:30，因为人潮陆续越来越多哦，我先跟你说声抱歉。只签到9:30，如果你们非常想要他们签名的
下次还有机会，好不好？待会呢，如果自认为九点半你们排不到的话，就赶快先回去休息了，好不好？不要浪费时间，真的。恁这个数好是咱恁毕业了，毕业典礼来上镜头的这个数，派赛事，四派，一派。现场朋友有没有人有行动电源跟 iPhone 6的充电线的？有的借我一下好不好？因为我手机剩3%，真的只有3%。好，谢谢我们可爱的法如女朋友。你给我插头啊，这里面有插头。现场很多可爱的帅哥美女，行动电影的借我一下，要行动电影借我一下，好，借我一下好不好？谢谢谢谢，借我一下。待会你上台我帮你。哦，谢谢谢谢。那、啊、你等一下就要走了，我跟后面的没关系。好，谢谢美女，谢谢你，哎，谢谢谢谢。哎，你要记得跟我们好哈，要记得跟我们，谢谢。自己挂了，天哪，这么厉害！来，下一组。算了算了。不知道美女，拿一台没有电的行动电源给我，这样子我怎么充电？Thank you.
最后，我看一下哦，你们剩十五分钟的时间了，然后看一下签不签得到，如果签不到的话，就先不要打了。哎呀，下面你们都不好意思，你那边应该可以的，啊，那边有位置不敢打我了，哎呀，好不好？不好意思，答应我要签到了，因为时间真的有限，好不好？待会哦，先跟现场朋友说一下，待会他们下台哦，真的体谅他们一下，不要再找他们找合照的动作，好不好？下次还有机会，待会让他们好好休息一下，我们还要赶下去高雄，好不好？自己的东西自己顾。不要再排队了，在此跟你说声抱歉，说声不好意思哈。
大家都是酒鬼，好不好？赶快体谅一下。来，你们要签名的东西，赶快都先拿出来，赶快都先拿出来，好不好？你要签衣服的话，先买衣服。
台，要握手。老板，老板。哎，现场朋友，很开心你们撑到最后时间了。那麻烦一下，待会赶快让他们快速回到店里，让他们休息一下。我们待会。